Hello，是陈一凡这边。然后呢，我刚才终于弄好我的东西了，缝好。缝好我来这个，我这个是游泳的东西。然后呢徽章。，OK，游泳的徽章，对。我需要有21个徽章才能拿到老鹰级。我现在在第二级，就是 Tenderfoot，英文叫 Tenderfoot。所以我刚才就缝好了。Yeah, 大家可第以一拿到张，第一个徽章，它一共应该有21，一共21个嘛，嗯哼，可是有13个是必选的，然后这个是游然后泳其的，他的都是那个可以自己选你想要的。我还有嗯，其他的，剩下4个我还没有拿到，我已经有做完了，可是我现在等拿，所以嗯，这个是我现在唯一有的。然后我对。第一个有缝的，第一个拿所到，然后自己缝的第一个徽章在这上以，面，哇，那红色的线是妈妈固定，可以把它拔掉了，所以我终于弄好了。哇，然后看你后面的啊，先把它拔掉，剪掉。耶，等下呢，把这个套戴上去，背上去。那红色是固定的，它才不会掉，才比较容易缝。好，看后面的，后面从后面吧，看一下后面的。就后面缝的，我 OK，不错。我戴戴看吧。OK，好，后面一点。已经不是儿童军了，不是幼童军的，现在真的是是童真的军，童军。耶！恭喜你，谢谢。加油加油！OK。